这是兰溪，我出生长大的地方。我记得这里的每一个车站，每一条街巷。来，我进去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每一个晴天和雨天的样子。那时候我们16、17岁，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微信、抖音。哎，包子好了。时间很慢。 夏天很长，一首老歌唱了又唱，一些人会永远放在心上。 现在谁还看你画那种口味轻生的漫画？漫画要画得重口一点，重口懂不懂啊？什么霸道总裁啦，忠犬金毛啊，高冷傲娇啦。哎，你不画小狼狗，你画个小奶狗也行啊。你到底画不画？你说嘛，买上那个女装漫画，我还不会抛弃美丽的。成年后的我们，总能演好别人，唯独丢了自己。 以至于我常想起17岁的我们，年少无知，却简单真实。听众朋友们，早上好！今天是1999年9月1日，距离澳门回归还有110天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清晨。 上学期期末平均分又是倒数，看看你们考的这分，你们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接下来的板报评比，你们得给我赢回来。杨志田，不管是学习还是板报，作为宣传委员，都要给我起好带头作用。还有你们，有没有听我说话？还有，漂亮。 刚开学就迟到，你们怎么想的？怎么不放学再来呢？还敢在我们面前偷偷溜进教室？亏你们想得出来！你们两个不是看漫画就是打游戏，上课疯的睡得着，下课狗都追不到。哎，你哪个班的？你聋了？你当学校是你家呀？那么随便？你爸怎么教你的？我。 原来是景轩呐！以后咱们尽量别迟到啊！也没关系，今年咱们争取能考上个大学。以后有什么问题啊，你尽管跟我说。你坐最后一排习不习惯呢？要不然给你往前调一调啊。离你近，我怕你会不习惯。这不上去了，又把你难受了。对，去年就是这样。你们两个还有脸站在这儿啊？ 回去，帅哥。原来他就是景轩啊！你认识啊？谁不知道？教育局长的儿子。陈老师，我妈让我专心准备高考，不想让我再画黑板报了。您看，不行，高考很重要，但班级荣誉也很重要啊！啊，胡小艺，天天画这些东西能考上大学吗？姚哲天平时还爱练武，行了。
这学期你帮着一起出黑板报吧，好歹也能有点用处。好 好的。等一下，你的笔。谢谢。给姚哲典一起出黑板报，因祸得福啊！闭嘴！今日疯狂，明日辉煌，所有人都给我记住了。接下来这一年，你们只有两件事：高考和其他不重要的事。安静，安静！上课了，上课了！谁在打岔？下课到我办公室来，听到了没有？虽然班主任老陈说，之后这一整年里，我们的生活只剩下两件事，但是那些不重要的人和事，却远比高考认真而清晰地印刻进了我的生命里。姚哲田，等一下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板报的事情。不要那么嚣张，二大一怕别人说我们欺负你，让你几个球。嗯，好啊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放一下舞鞋。嗯。哎，那个谁，这像我吗？二对二，现在公平了吧？什么二对二？干嘛给我这球？小朋友，会不会打呀？废话少说，赶紧传球就好了。就是啊，来，小朋友，谢谢帮忙啊。吃吧，打得不错，明天见。嗯。看不出来你还会打篮球。篮球是瞎打的，我只会画画。画画是你爸妈让你学的？我只有爷爷，就是喜欢照着漫画书瞎画。喜欢？嗯，从小喜欢。那你家里人是不是想让你以后当画家？画家？我可当不了画家，我喜欢的都是漫画。有没有想过去考个美术学院？肯定考不上，我成绩那么差。艺术院校少200分呢。那我的分也不太够。羡慕你的，有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。我就没有。什么？你
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有真心喜欢的事情，真好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喜欢上了一个人。我的天空好像被掀开了一角，露出了刺眼的光。青春就这样被惊醒。怎么样，以后我来给你补课。您就别费这个心了。哎，不费心不费心。你呢，回去记得跟你父亲说，我给你补课是不收费的，绝对没有违反教育局不准私自补课的规定啊。我说您还真是当着年级倒数第一的班主任操着校长的心啊。回去我就跟我爸说，您这种对学生尽心尽力的人民教师不当教育局市长实在太可惜了。哎，不不不不，哎，景轩，景轩，哎，景轩，哎呀，景轩啊，啊，这些啊，你也顺便回去捎给你父亲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？老师，我们出版报。出版报，下次出黑板报不要偷偷摸摸的。进去，走开。齐景轩，齐景轩，明天就要检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没事，还是想办法收拾一下吧。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把剩下的弄完吧。要什么？我替你们拿。北冰洋，健力宝也行吧。你们俩能不能有点默契？有啊。你们到底要什么？可乐。你说？把这个画上去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把这个画到黑板报上去了。啊？你确定老陈不会抓狂？他不是每天都在抓狂吗？跟高考无关的事情，他才不管呢。说到高考，我可以帮你俩补习功课。补习功课？别浪费你的时间了。哎，又一个老陈，满脑子都是高考。好吧。我，哎呀，好了，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吧。大云山顶的铁塔。稍等了啊！哇，这里好高啊！快上来。我第一次站这么高看兰溪，哎，
烧云。哇！这是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。太晚了，会不会太晚了？等一下我妈回来看不到我，又要说我了。哎，齐景轩，姚哲田自己回家挺不安全的。嗯，我们一起送他回家怎么样？也不知道谁更不安全。哎，你们嘀咕什么呢？嗯，哪有啊，你们两个有悄悄话，那我等你们哦。才没有，刚才我跟齐景轩说一会儿送你回去，是我俩一块儿，对不对？齐景轩，齐景轩，好。姚志田，你以后想考哪个大学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可能会上一个商学院，也可能去学计算机或者当医生，反正都不了解，去哪都是陌生的地方。有这么多大学让你选，就没有你喜欢的？这些大学我都不了解，又怎么知道喜不喜欢呢？我爸妈说了，只要分数考得高，就可以上好大学，进热门专业。至于究竟的是什么，我们呀都会替你安排好的，你还担心什么呀？甜甜，啊，妈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们是我练功房的同学。阿姨好。妈，我爸呢？他们系里的两个学生因为谈恋爱闯了祸，他要去处理一下。你说现在的孩子不好好学习，满脑子都不知道在想什么呢。啊，今天有点晚了，他俩顺路送我回来。啊，对对对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阿姨，我们顺路。还真是忘记谢谢你们了。哎，你们也是舞蹈班的？哎，我们女秧歌。阿姨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阿姨再见。走走走走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顺路吗？阿姨，我们是这边，这边。阿姨再见。他们跳那种舞，也加分，也加分。要是能给姚哲田找一些介绍大学的资料就好了。甜甜，你爱看的那些杂志啊，我都给你订了整年的。甜甜，哦，来了！哇塞，这个太帅了！谁画点这么有才？就是啊，这可比那些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东西有意思多了。哎，你看《灌篮高手》吗？特别好看。看了看了，我超级喜欢流川枫的。白痴！我去，外面那个是你画的呀？太帅了！画了个大猩猩。这个土小子不好好读书，专画些不三不四的东西。五种起源挺有深度啊。陈老师，这次你们班终于能拿个第一了。学生嘛，不能光看成绩，我一直要求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哎呀，得了吧你！学霸安息就好，谁能有本事同时管住流川枫和樱木花道啊？也不一定吧。大家安静一下啊！上课了。这一期的板报，有那么点小小的特色啊，保持。不过呢，也要注意，板报不能过分空洞无物。是啊，板报上还是要多一些积极向上的内容。以后学校的黑板报评比啊，争取第一，班级争光，大家都要为班级争光嘛，啊。咱们班的黑板报啊，我果然没有挑错人呐。
害了。哎，齐景轩，你能不能帮我找点资料，关于大学的资料？范点点待了没几天，就想着考大学了。闭嘴，捣什么乱？我是觉得，你们不想想，很多人都想了解大学，对不对？别捣乱。说到哪儿了？哦，放在黑板报上，肯定有人想看。对了，还能啊，还能满足老陈的要求，你觉得呢？你还挺用心的嘛。TRYYOURBEST。哎呦，还玩羊的了？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你有这功夫，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。要不我们打个赌，赢了我就帮你。好。哎，杜小叶，你不知道他那方块有多厉害呀？喂，还来不来？来。嚯，杜小叶，十多年没见了，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辞职了，现在兰溪。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啊？辞职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给你打过去。喂喂，花生。哇，齐景轩，这些都是你拿来的吗？还拿了这么多，太好了。这个给你。谢谢。可以介绍这几个大学，你说呢？嗯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这个我觉得也不错。喂，齐景轩，你竟敢偷拍，快给我！不行，快给我！给我一拍！给我！给我！就是一次模拟考试，谁都有发挥失误的时候。你考砸就跟我考好一样，都是偶然事件。在我爸妈那儿，高考不能有偶然。他们也是希望你能更好。希望我们好？哼，不过是为了自己面子罢了。什么时候考虑过我们想要什么？写了，让我看看，怎么划得那么深？不包起来会感染的。没事。不行。不用这么麻烦。别动。走了。还是包一下吧。烦不烦？齐景轩，这人又莫名其妙发脾气。走吧。气消了，有人给你留了个纸条。纸条？谁啊？不知道。
想到哪儿发现的。高考300分，能上什么大学？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啊？你说板报还是分数啊？当然说的是板报啊，你才比他高几分啊？这倒也是。你们应该去做个留言本。留言本？对啊，挂板报上，这样下次你们就不用小纸条了。喂，喂，啊，马上放寒假了，我带你们出去玩。我们和姚哲田吗？不过不知道他能不能出来。机会给你了，自己想办法吧。搞错自己家也不会搞错姚哲田家，看什么呢？赶快叫他。我，这怎么叫啊？喂，你平时怎么叫花生就怎么叫他。等我一下。这，花生，干嘛？他平时叫我都是丢石头的，我给他找花石头。哎，我说这，赶紧叫他。喂，姚哲田，姚哲田，姚，嘘，喂，我下来了。哎，这个，喂，华生，华生，这边。哦。早点回来啊！几个女孩出门要注意安全。来，这给带上，外面冷。这过了腊八就是年，年一过啊，就真得要掐着秒表过日子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就少说两句。不说行吗？我说你个老教授，平时也不帮他补补课。啊，好好好。晚上早点回来啊！回来我们再复习一会儿，去吧。哎，回来。好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你冷不冷？我把手套给你。那你怎么办？啊，没关系，我自己还有。齐景轩，你冷不冷？要不要我把手套给你啊？嗯，闭嘴！我可以插口袋里啊，没事儿。赶紧走，华生，过来。啊，你真的不要手套啊？少废话，快过来。嗯，来了。涂小艺，齐景轩带人比你稳多了。我看你应该跟着车跑。哎，我夸你呢，不识好歹。还有多远啊？急什么？我怕涂小艺骑不动。
就你话多，谁听不懂了？我一直都在你俩前面，好吗？那小心啊，别把鞋弄湿了，很冷的。没事，放心吧。马上！小心，杨振田，我来帮你。雪梦来了！你们在哪儿啊？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华少，你在干嘛？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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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扯着了，扯着了。还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华少，不，让你别踩。到了。妈，看着点路啊，小心脚底下。景轩，你回来了。阿姨好。阿姨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哎呀，你看你，赖朋友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我这就去准备一下。来来来。没想到你还会做饭。齐景轩，你妈妈为什么住在这里啊？这还用说？肯定离婚了呗。这有什么？没说错，我小时候我爸就扔下我和我妈，等我稍微长大一点，他跑回来办了离婚手续，又抢走了我的抚养权，说是为了我好，还说是我要是跟着我妈一辈子都是个乡下人。啊，我就觉得乡下挺好的。哎，有没有发现他的玩具都是飞机啊？都是一些过去的东西了，我妈老说我小时候总闹着要当飞行员。果然，你们看这张照片，帽子这么大。哎，有没有想过真的当飞行员？那些都是小时候的想法了，现在我只想早点独立，
能帮我吗？哎，我听我爸说，飞行员每年都会到各个高中特招，只要体检能过就行。真的？那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去试试呗。哎，齐景轩还有这个傻样呢，你看。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给我看看。真傻，好傻呀。给我。阿姨再见，阿姨再见。阿姨，我们走了。再见，再见，慢点啊。再见，再见。上学再赶，也要记得吃早饭啊！不用惦记我。嗯。路上慢点啊！阿姨，您别送了啊！景轩，这还是第一次带朋友回来。这孩子从小就太懂事，可越懂事的孩子就越让人心疼，懂事都是父母的亏欠。真希望将来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像你们这样的朋友陪着他。放心吧，我们会永远陪着他的。年少的我们，以为只要说过了永远，却一定能够永远。就像我们以为说过了再见，却一定能够再见。喂，你到底走不走？哎。来了来了！啊啊！冒出来的，吓死我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你怎么丢进去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好，万一他看到怎么办啊？哪有万一？肯定看到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哎，我帮你砸开来吧。哎呀，我求你了，别什么事都这么直接好不好？那你就祈祷他接受你吧。祈祷？哎呀，你还有没有正常一点的办法呀？走了。别走啊！你真是只管杀不管埋啊！啊！别走，走啊！哎，来了。教育局检查团就快到了，请全体师生做好准备，上课走啊，以最好的精神风貌迎接检查，为学校争光。来了来了，来检查了！哎，你赶紧给我回去，都给我正常一点！哎，陈老师您好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什么？姚哲天妈妈居然来找老陈了！来来来来来，齐局长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加分的证明我们已经拿到了，最近姚哲天的成绩非常不稳定，我希望取消他的一切课外活动。陈老师，可是市里的文艺汇演，你姚哲天可不能不去呀。那板报呢？板报，齐局，陈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咱们班姚哲天的家长，是个大学教授。哎呀，齐景轩在你班上，说起来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家长了，陈老师。是。哟，这板报出的也不简单。资料很新，很有特色。哎，齐俊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板报就是姚哲天出的。哎，他呀，对于学习和班级工作都非常积极。哎，
咱们景轩也非常优秀，篮球打得特别好。景轩这学期变化也很大。哪里哪里，瞧您说的，是你教导有方啊，自己努力。你们班上的学生还真是个个多才多艺啊，既会打球又会扭秧歌。扭秧歌？齐军，我说杨妈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自己说的。扭秧歌有什么不可以吗？齐军，要不我们到会议室坐坐，大家都等着您座谈呢。哎，您这边请。齐军，杨妈妈。还在东张西望，哼！都给我听好了，黑板报还得给我拿第一。程老师，以后黑板报我一个人来出吧。你一个人出？涂小叶，学习没见你这么上心，出黑板报怎么这么上心呢？每天也不知道在画些什么。好啊，今天算是明白怎么画了。画的好像是姚哲田。行，真行！我让你们出黑板报，你们原来坐在这儿给我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闭嘴！还要不要纪律了？啊，纪律！你的心思还有没有一点花在高考上啊？还有没有啊？陈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张画是我让涂小姨帮我画的。我的心思一向就不在高考上，专爱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不行吗？谁要的也不行，马上要高考了，知道吗？岂有此理！姚志田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管黑板报的事儿，专心搞好你自己的成绩，还有文艺汇演。报到名字了，来拿卷子。我，李宝强，张舒淇。别画了，走去接机厅。好，你非要出是吧？我陪你，反正明天我就要走了。是真的，我已经考上飞行员了，明天就去报道。走之前再陪我去一次接机厅吧。齐景轩，你我也去。什么玩意儿？跟你傻了！包我一下，我给你写了。胳膊疼了。齐景轩，你真打呀？要不你来？不了，你们打吧。再来一局，你教我怎么打吧。啊！别来！什么意思啊？说好的让一把的，你给滚！老子什么时候要他让了？秦哥，失手，失手！失手？是花生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再说一遍，花生，涂小叶，怪不得原来有人壮胆儿，行不行？连你们一块收拾了！花生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们千万不要为难我的朋友，花生，门。强哥，后边的大个有来头的，他爸是我们市教育局长。我靠，我们是混混，你要叫教育局长干嘛？妈的，给我打！小心！鼻血了。
人怎么跑了？我的车，赶紧走，一会儿再跟他们汇合。走，快追！这哪里啊？我腿都快跑断了，我推着车都比你跑得快啊，我看不清路啊。我去找另外两个人。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不行，得去找他们。哎哎，杜小叶，你等等我。是不是你走了就不会回来了？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吧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不会再回学校了。那就再也见不到了，是吗？我不知道。对不起啊，老板。哎，是他们俩。杜小叶，如果你不想考大学，那我也不考。刚才那群混混其实没什么区别，你走吧。所有的关系都结束了，人生的第一次心动还没来得及勇敢就已狼狈不堪。那以后齐景轩再也没有在学校中出现，姚哲田
也变得越来越沉默。而我也终于决定主动放弃高考。放弃高考，去画画了。无论你选择了什么，我都希望你能坚持下去。我知道，在老陈心里，高考是开往未来最重要的一站。但是人生的列车岂止一站？我们会沿着各自的方向，开往不同的地方。再见了。青春，谢谢学长。学长谢了，我是高二四班的宣传委员，我能不能把你们板报内容搬到我们班去啊？好多人喜欢看，办板报的哥哥姐姐们辛苦了，好人一生平安，保佑我们每学期都能考全年级第一，不是倒数 ，try your best， 加油！为了看你们的板报。我每周要爬三楼一趟。你们班的板报太好了，学长成绩肯定特别好。祝你考上清华北大 ，Try your best， 加油 ！Try your best， 加油！加油！祝你成绩好 ，Try your best，Try your best。高一不怕什么的。上，我们预计过了，我也差不多要去深圳了。你哇塞，大城市啊，我也想去。哎，漫画家挣不挣钱？你以后挣了大钱可别忘了我啊。我现在的日子是一眼就望到头了，倒是你还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我也只会干这个。哎，对了，你真的辞职了？嗯，辞职了。专心画自己的漫画。嗯，我支持你，趁你还有的选，赶快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别想当年。还带什么书包啊？赶紧走了。
我学生。向前转动着时光，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，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，也从我收获离场。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，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，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，那是最美的时光，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，让你一个人孤单。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，让你很成遗憾，你我从此无关。遗憾是片青春的书签，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。夏很像秋天的落叶，假装灿烂不害怕离别，一场大雨湿透整个世界，流失我们的一切。若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，让你一个人走散，我多想像昨天一样，任凭青春荒唐，你不要再悲伤。若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，看这一生太短暂，我愿意用所有去交换，换为时还不晚，换余生。刘哲田，刚才来的时候，你的书包被淋湿了。湿了也好，早去看饭了。给，姜汤。哦，姜汤。小心烫。谢谢。你还在画画吗？嗯，画呀，而且还想一直画下去，所以。我已经决定了去深圳，是一家小漫画公司，也许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。等等，难道你不打算参加高考了？嗯，不过
我之前也没想到，像我这么一个差生，在决定不参加高考的时候，心里竟然会觉得有些遗憾。还好那个杂志。啊，杂志，我的杂志，这下惨了。全都湿了。今天早上才刚拿出来的，都淋湿了。你信箱里的？嗯。你找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偷偷拿出来还没看呢，都湿了。我第一次背着我妈偷偷拿东西，这下全搞砸了。淋这么湿，再放回去也会被发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上面好像有字。等等，你知道？也不知道是什么。都糊了，什么都看不清楚了。也许是杂志附送的吧，应该没用了，扔掉吧。把姜汤喝了吧，别感冒了。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。如果一早杂志没有被拿出来，是不是就不会放不回去？就好像现在的我们。你要记住，只要有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，就会发出光来。喜欢一个人也是一样，即便到最后不能在一起，因为你一定会喜欢那个因为喜欢着他而发光的自己。夏天更漫长一点，我们是否能好好告别？说喜欢你的勇气总还差。你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，我也不能输。是否能真的再见？再见昨天，无论走了有多远，毕业的那一天是思念的起点。和昨天说再见，挥一挥手说再见，谢谢你的出现，是似水流年最美一见。再见昨天，虽然已渐行渐远，华生，别哭了，我到了就给你打电话。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涂小一，这个给你，留个纪念吧。嗯，谢谢你。别送了，就到这儿吧。
小叶，别去了大城市就把我们给忘了。瞬间长大，就像被时间的手残酷的话，我们那各自要去哪，问题好傻，谁又能回答。杜小叶，想念从不说话，来不及见多喧哗，陪我看大雨落下，潮湿的心滴滴答答，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。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缝隙，你听见吗？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，那些打过的名字，没完成的约定，全都藏在心底，开出寂寞的花，好吗？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啊？你现在在哪里？隔我多远距离？是否勇敢飞行？有没有人爱你？每当我想起你，世界突然安静，你也一样吗？报个吗？把这个给杜小叶，就说你给。为什么？给他就好。奔向你昨日的晴空，后知后觉的我，到那个时候才知道，杂志是季景轩送我的，为我打开了去深圳做漫画的路。我常想，如果那个夏天再长一点，我们是不是来得及好好说一声再见？如果我们当时说了再见，后来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再见？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缝隙，你听见吗？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？那些答案过的名真的约定，全都藏在心底，开出寂寞的花，你好吗？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啊？你现在在哪里？隔我多远距离？是否勇敢飞行？有没有人爱你？每当我想起你，世界突然安静，你也一样吗？青春有你出席，不是为了让你缺席，好想沿着回忆狂奔向你。多，杜小叶赢不了的。不行，还没输呢。不来了，再打天都亮了。好吧，我可以帮你这个忙，但是等你以后成了漫画家，画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吧。妈妈，妈妈，
西，画的好看吧？刚才一个叔叔在画画，我说画的好，他就揍我了。妈妈，你看嘛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。走吧，妈妈带你去吃水晶糕，好不好？好呀！快点，快点！别跑那么快，小心摔着了。妈妈，我也想学画画。好啊，你有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就去做吧。嗯。又一次经过那条黄昏的小巷，是否还是年少时模样？走过倔强与孤独的伤，才温柔了目光。起风的时候，藏起心事的人说，青春像昏睡一场。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，太多话没有讲。不曾忘那时候骄傲的脸闪着光，理想曾是隔绝成年的墙。我们试过用尽全力与这世界碰撞，那是最初的模样。记得那时候懵懂的心会发烫，不解的那道题叫做成长。我们曾是We'll be right back.